台湾人知影，咱要做什么款的选择，咱要爱什么款的生活，咱要爱什么款的未来。台湾人是上热情，啊，台湾人上是上关心咱台湾本土。咱若选到对人，咱的民主自由会使延续落去。但是如果选错了，我们就会被迫走上一个向中国靠拢的那一条路。只有我们自己有决心，我们愿意保护我们自己所有的一切，其他的人才会来帮助我们。我们要对世界大声地说，台湾虽然在很多外来的压力之下，我们还是坚定地要保护我们的主权，坚定地要保护我们的民主自由。台湾有民主，有自由，台湾人可以选自己的总统。